過咗啦。過咗，你而家架車兜翻出嚟啊？咁而家你喺邊度啊？轉彎落啊！我得啦。鳩格屌你老母臭閪！乜撚嘢啊？係咪你啊？我而家問你係咪你啊？落車啊，柒頭！係咪落車啊？你落唔落啊？你落一齊嚟啊！係，落嚟啊！你頭先好撚有型啊嘛，落車啊嘛！喂，我報咗警啦！好啊，我報咗啦！好啊，報咗！我報咗警啦！你喺度啊？咁而家想點啊？落車，一齊落車！我做咩要落車啊？成車客喺度啊！阿先生，我而家有冇得罪你啊？我告訴你藍牙寶過了而已，有什麼問題啊？那前面是不是有個路口未撚過啊？行，那你坐下。是不是未撚過啊？你坐下吧，好不好？你又報什麼警啊，小姐？怎麼啊？你坐下吧，先生。坐下吧。你藍牙寶一會兒轉回去就落了，現在過了。那就是了，這個懂點不懂點。我告訴你。如果不是你去那裡過橋咯。他一定要過橋。你那裡過橋咯。你是不是懂點不懂點啊？對不起啦。你是不是懂點不懂點啊？對不起啦，先生。一會兒你在那裡天條口落啦，好不好？藍牙寶嘛，啱唔啱啊？我冇得罪你啊，我只不過講俾你聽，藍牙寶過咗啫。藍牙寶喺嗰度個尾站嗰度有條橋一過就係啦。我又冇講乜嘢，我又冇鬧你，我只係話藍牙寶過咗啫，先生。我又冇得罪你，冇講乜嘢喎。你閘住撚住你之前啱啱佢落車咁嗰啲啊。開車啦，冇理佢啊。你臭閪好撚當時啊！你就臭閪，你老母就臭閪。你真的臭閪一個啊！是啊，點啊？過嚟問下，過嚟啊！過嚟問啦，臭閪！你咪喺臭閪度翻出嚟！臭閪你！有飯嘢啦，行啦，臭閪姐，撲嘅俾人屌啊你！你老母啊，臭閪姐星期五上鋪啊！先生，阿小姐真係報警啦。